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极度不专业，欢迎收看极度不专业 DIY 教学。今天要咋的？今天我来教大家怎么拆云豹的坐垫啊！好，拆完坐垫之后，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是，那接下来后面影片会再讲解拆坐垫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。好，先去拆坐垫。来，我们这个坐垫呢，要换这种坐垫了，对不对？换这种哦，把那坐垫换下来。好，来，云豹这个坐垫后面这个是12号的啊，12号的，来上来，12号的啊。后面这边没对手啊？这边没有。对，他会对手是因为他另外一边已经崩掉了。对啊，年久啊。老车不死，对吧？下一句是什么？只是凋零了。好，来，好，就拆下来。好，换到另外一边。OK。好。小心那个后面那个管子会扎手的。好，你这个管子要改掉吗？嗯，有点像，好像没什么用哈。那时候是说机油的泄压嘛。对，但是它其实在那个空滤那边啊，曲轴箱那边就会已经有再做一次泄压了。它会曲轴箱跟空滤接在一起啊。嗯。这样子坐垫就可以拆下来了。好，现在把坐垫拿起来哈。好，两颗螺丝就可以把坐垫拿起来。对，它是靠前面这个插销。让我拍一下。它是靠前面这一根塑胶棒棒去插它。扣在油箱下面。对。有没有？那扣在油箱下，这样。好，进去。好。那以上就是为各位介绍怎么拆这个云豹的坐垫。好，以上就是为各位如何拆装这个云豹的坐垫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在我的影片下面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小铃铛。对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哦，这些话好世俗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